同台为我传情赴天呢。你与同手似雪之前，你同是佛祖宇宙本是其实，你同繁华龙火火火火火火。相声大师郭德纲，圈内圈外响当当，相声界的领军人，赚得满锅又满盆，世界各地巡回演，赚得锅满又盆满。张云雷和岳云鹏很受粉丝的欢迎。老郭婚姻很崎岖，曾经结婚八婚离，他的前妻胡慧中，大林是他的亲生。那时老郭没有钱，养家糊口都困难，贫贱夫妻百事哀，各种矛盾桌面摆。老郭前妻胡慧中远渡扶桑去打工，出国打工到日本，也是一个可怜人，出门在外不容易，家中亲人难忘记。儿子大林才四岁，思念儿子常流泪。离婚以后，郭德纲每天都把爹娘当，一把屎来一把尿，压掉肚里强颜笑，一把鼻子一把泪，又有几人能体会。遇到妻子叫王慧，大林少遭好多罪。京韵大鼓的演员，我把王慧谈一谈。师出名门李书胜，名门世家后台硬，天津名角非常红，名气大的不能行。他对老郭帮助大，大活小活都拦下。苍天不负有心人，老郭拜师后要问，相声行里有师承，老郭渐渐也走红。他和王慧成一家，夫唱妇随人人夸，一家四口好温馨，幸福生活到如今。再看前妻胡慧中远渡扶桑去打工，脏活累活全都干，又有几人能看见。自己企业来创办，如今身价几万万，如今身价几个亿，也把儿子记心里。事业发展越成功，越把儿子装心中。这么多年没见面，他对儿子很亏欠，他对儿子缺少爱，常把自己去责怪，自己内心很愧疚，不该出国儿子丢。事业成功胡慧中如今回国很轻松，经常回到老家去，去和儿子来团聚，不常缺失的母爱，母子亲情一直在，母子依然心连心，相处一起好温馨。老郭名气响当当，前妻从没想沾光，没有利用或关注，依靠自己去进步，依靠自身去发展。过去一切都释然，过去一切都释怀，缘分不能从头来。若是老郭欠你股，应该内心也痛苦。婚姻是一场缘分，缘到尽头莫留恨，缘来缘去又缘散，要把一切都看淡。前夫儿子都成功，永远祝福胡慧中那个胡慧。作为保佑白白和出轨，陈宇凡宣布退娱乐圈，冯鑫工作室员工集体辞职，王鑫凡红沙都在对闹乌龙的萨拉评委会，凡也作品特务出错，明知为何叫二藏微博互撕，网友们大呼狗血，谢谢谢谢谢谢。